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第17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的第9局，也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。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中国的古力九段和韩国的第一人朴廷桓九段。那么此前呢，古力已经是夺得了2连胜，分别战胜了韩国的崔哲汉和日本的河野绫。当时呢就对上了朴廷桓。好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老师。刘老师您好。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嗯，那个古力这一次的农心杯发挥不错。对，是的。之前呢他的战绩并不理想，在农心杯，尤其就这个比赛他有心结，但这次呢他3连胜。啊，的确是。以前他这个输的比较多，在就这个比赛输的多。哦，他这次好，而且是主动请缨上场。对，这次是他其实有这个有心结，他要有一股要挽回来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下的不错。嗯，他这盘棋呢，跟这个朴廷桓也是韩国的这个主力啊，下的很激烈。大家来欣赏一下这盘棋啊。这盘棋是由朴廷桓执黑，古力执白。那我们看看啊，这个。星位，他下了星，然后他走这个，守一个角，他也守角，对，古力守角，那么这个棋呢，他又守个角，这个古力又守一个角，我们看的这一般分头也可能居多，挺好玩的，他给你这个，这以前这个下法一般对围的话，因为黑棋快一路啊，是一般是不肯的，今天古力下的呢，一开始看我们看他的招法还是挺沉稳的，没有主动进入。那么下面主要剩下那个大场了。是，现在黑棋对在这儿分头。对对对对，以前呢这个布阵，白棋下的这个少一点，我觉得可能黑棋都以前都不肯让，过去反正这么走都是分头居多，白棋打散啊。但是这个古力没关系，古力下棋他比较力量型的。啊，反正这个胜负也不在布局了。哎，不，对，也可能是这样。这个而且是快棋，对，是比较快。每发一个小时。这个也是考验，不见得是你下自己熟的可能最好。你这个快棋那个跟那个慢棋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我们看啊，这个逼过来。对，通常是要走这个的。不错，这挺好。对，黑棋接下来的话。刘老师，他一般是不是比如说拆二或者二五清分？这个分多，你如果拆二的话，并不拆二的话，有可能他可能会这个尖顶，他也可能这个飞可能这个，对，这他可能不愿意，不满意，不满意，觉得对，他说这一点比较好。那换一个，比如说这个怎么样？您觉得这个他有可能是靠住，那就往上长，对。那这个白棋喜欢，哦，白棋也比较满意，也比较满意，也可以。所以黑棋这两个他都不愿意，他都觉得不满，对，所以他要求要下到这儿。对对对对对，刚才靠住你一挖，他可能就给吃掉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现在呢，你走这个呢，他是，白棋飞了一个，对对对，他就这样爬过。是这个普通，我觉得这个普通下法吧，很正常是吗？正常。白棋走一个这个，走一个后皮，外势。那么让黑棋捞一个失控，这正常的吧？现在你选择一个选择这门，一个选择那头，选择这门就尖冲，选择那门就星位，他是选择这个星位，是吧？他还是以扩张自己为主吧？他如果说这个的话，是以先进入人家为主。对，他说那白棋就跳一个，对，把这个糊上。嗯，那么这是普通布阵。对，这还早得很，早得很。那个棋暂时先不走，打吃了他不抓两个，先不走那个就放着不走，粘一个给他粘，他又不肯，觉得你太厚。是的。那现在黑棋应该说，要么走这面，要么补这面。都是可以考虑的，都可以考虑的，是吧？现在如果说黑棋，假如说他要自补补角，我想可能是这个居多。小尖，那白棋是不是要在中间怎么撑一个？你往前撑这个。不知道是这个还是，反正你这个现在围控啊，不见得就一定好。不，现在围控啊，可能就不见得，他有可能就比如说这儿靠一个，就施展点小手段了。在里面怎么弄出点棋来？比如说走这个，
挡住，挡住我这小手段，走这个，然后再打吃，打吃啊，打吃，他接上，那我有可能就给你，他就把这个再来一下，哦，这又这刚才这个先打这个，这就把这个，这有可能两个就弃了。对，这两个弃了，然后脚上还可以接着活。对，就这样。对对，该活就活呗。要这样，嗯，这都是我们的参考图啊。那么，嗯，暂时先不是这个剧多好下。嗯，我可能就是觉得简单好下，但是呢，他是走的这个。他这个挺深的，我觉得。朴廷桓，嗯，挺狠，挺狠的。朴廷桓，韩国年轻的代表。对，而且等级分长期排名第一，现在是哇，长期第一 对，而且很稳定，基本上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。我们这些还都经常换。对，十月最近刚刚被柯洁给取代。对啊，那么朴廷桓，你说他长期超过李世石、李昌镐等，李昌镐都甩远了。对，那么那就是一定有水平。没错，那等级分就代表当前的状态跟水平。没错，这是很客观的反映了棋手的水平。是，那他挺厉害。嗯，他走在这儿，那肯定应该我们想想，应该有他道理啊。他是比较凶，他就觉得这样好控制局面，但是呢。这个棋白棋打入呢，白棋必然打入了。对，白棋是走这个打。对，嗯，他走这个，是这样吧？是的。嗯，就这么下的。这个打入，您觉得他这个位置和我觉得可以吧？选点还可以啊，挺好。哦，你既然不走那个，我是要进入的，再不进入不对了。哦，你我就在想着他，人家中间搁一个，您就这么他找不准方向，不知道从这儿走呢，你就往那儿，你走那儿你走这儿，他找不准方向，干脆不理，这是最好就先搁那儿，搁这儿最好。其实我觉得你再围也没什么，我要是我有可能尖，我偏向于尖补，哦，我偏向于那个给他打一个，你先走那儿，他不走，那个效率没有这个实惠。哦，先走这个呢，你黑棋。他是走的这个黑棋尖顶，尖顶。现在，嗯，那朴廷桓他既然这么选，我也觉得应该有点道理吧。他是白鼓励走这个，白棋飞，黑棋把它跳进去。但为什么觉得这四个子有点苦呢？白棋，对呀，你有这个感觉？我觉得不，你这个子那么多，然后你围着我这个，我还是活还是没问题。哦，哎，而且他是觉得这样，他走我就鼓励这个走的挺好。鼓励啊，嗯，你看他走这个，他自己做活肯定不肯了。现在不做活那不肯，对，所以 他靠出来挺好，靠完了长期。你要让你那个我甚至根据的全局啊，还要瞄着你那个，是这个你肯定得走，是吧？必然的跳一个，然后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嗯，这就是说刚才不走，现在方向找到了，我就顺势这么给你切过去。嗯，而且我这面也有跨段，嗯，这个让你吃啊。你不好吃，先搁那儿吧，搁这儿。嗯，你吃起来累，我要被你压迫，马上去自己做活，辛辛苦苦活，被你各种外面挤压，活到最后，那是黑棋最希望的。你活了之后，嗯，黑棋也都厚了。嗯，你憋在里面活，不如现在这样，放在里面让你吃。嗯，而你反而不好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如果你比如说你往前走这个，是吧？那白棋就顺势往前跳吗？还是我甚至觉得是不是靠着都可能，甚至这样，嗯，那就跟着拽着你走呗。好，这个比较狠，拽着你走就行了。你这个你那块不能总不能不要吧？那你两头这个子被吃了太大了，你的两头你的忙活，对，你吃这个都很难。以后我还是借力飞一个，嗯。这是白棋，我觉得调子不错，挺好。嗯，这顺着这个顺势而为，两头你的我的，这样走这个呢，他也不那么走了，他干脆来吃吧。你走着我拽着你走，你还跟着拽着半天，这个还没死，干脆我就这么直接来了。中央这个子呢，就黑棋就先搁在这儿了。那现在他两头有口，这儿有口，这儿有口，是暂时吃不着，对，不担心。但是呢，这个棋你如果再拽着走的多的话，那真的就封口了。是，现在走这个，下一步这一粒这全死。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再说，本来你要跳，你吃两手还不见得吃干净，现在呢再吃一加一手必然死。白棋跟着走了，他搬了一下，搬了，挺好，这个挺好。
哎，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先做一个打劫的形状，对，对，不走我这一班也活了，是的，嗯，是吧？那黑棋就先打劫吧，先把这个劫打着吧，打着打着劫、哦，先打着这劫，他提一个，提个劫，对对对，然后白棋爬了一个，爬一个，对，嗯、是，扳住他提回来，提劫，对。黑棋他冲了一下，冲是个劫财顺势劫，你如果提着被他一挤死了。对，这里面搬上去也没什么用。哎，你提被他挤死了，没有用。所以他这个顺势劫，再一个，他点了一下。这个劫，这个也是顺势劫。嗯，白棋也不损的一个劫，还本身就走了一个让白黑棋也挺难过。这个挺好，走成这样。黑棋呢一看呢，这个劫好像没有合适的劫财，就先粘回来。粘上主要你里面还是个劫活，依然是大劫。你要活的话，假如活，你只能自己做。这儿还被他断完吃完，他加强后了，人家在猴着做、嗯，然后还是个打劫。嗯、里面是白棋也比较辛苦，如果非要活这个很辛苦，干脆他不走了，他不活了，不走了，不走是最好的。我觉得这个棋呢，让他来吃呢，以后你这儿还有点利用啊，他用紧着气啊，就现在走别的，挺好。白棋中间哎，这个走了，对你既然不那个，干脆我来吧，我把这个口先封，让你在里面。进攻，你如果比如说看你跳这个跳这个，我这以后顺势飞一个，你冲断我的，我可以借力。嗯、对，哎，反正这个先抓你，先把这个子先把它围进去。对对对 对, 对、嗯，看你怎么走。是的，嗯，这个挺好。嗯，鼓励力量型。黑棋呢，靠一个，靠一下，靠一个，这个是常见的一种这个手段。一般找不着方向，先看看，先问问路，或者给你一个。试试你的应手，看看你是这底下是怎么个应法。哎、对，你打算怎么吃？你要是看先看一眼呢，嗯，哎，如果你都定型了呢，就不一样，他方向找、嗯。现在呢，先让你走。对，你是长一个呢，你是立一个，还是你搬一个？就看看你了。各种的一个不同的应法。对，实战白棋搬了一个，搬一个。嗯，他反搬就是给你搬在这儿，一般是反搬。你退一个，被他立一个呢，你这个重没有眼。这样反扳呢，他有各种利用，以后有打呀，有扳呐、啊、等等。嗯，外面还有打，他头绪太多。是这个中就是一个典型的，就是说在自己清没有活的话，一般是走这个。不是，如果拼控不是这么下。对，哎、要拼控肯定是要尝试的。哎，对对对，现在你扳呢，他就、嗯、白棋就打吃了，对，立下来，对，挡住，然后黑棋尝一下，嗯，跟他跳交换。这几下交换您觉得怎么样呢？嗯，好像黑棋还行啊。黑棋不错。也就算把这个弃掉。嗯。弃掉呢，这里面是暂时没有棋了。嗯。但是他有一个压一个先手。啊，压这中间呢，至少是有打。比如说这样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对，至少有打，或者是以后有这个地方还有利用啊。他先比如说这个飞先手。他舍不得打关键。他先留着。先留着。嗯。暂时就这白棋的硬啊，也是觉得你既然这么靠，我干脆给你吃干净得了。现在这个地方把它这么一交换呢，就算作一个虚的，就先搁在那儿，搁在那儿。嗯。鼓励的棋，经常我看到棋谱也是喜欢这样。嗯。保留的味道，经常走一个东一枪西一枪，然后试试你。老是考对方，等于像考官一样考你一下，他也喜欢这个。他关键他具有那种，就是待会儿啊，可能这棋放在那儿一会儿，他能把它连起来，他有那种能力。他喜欢把乱局啊给他规整起来，他会这个做这个棋。对，他比较擅长这个。这句对对对，这种能力一般人是不具备的。古力现在等级分排名第几？第八。第八、嗯，那也还是一个前列比较那个什么的。对，至少没有跌出前十嘛。虽然说他今年联赛其实发挥的不是很好。对。啊，但是他这次还不错。还可以。就是他这之前啊，前一天是跟河野零下的。我们一般认为好像日本棋手是不是要弱一点，但是他那盘棋其实也很悬，那棋那盘棋反而是比这个悬，特别悬、是是是是啊，但是大难不死嘛，今天是不是反而发挥这边就发挥了对是是是是嗯，这个鼓励这个棋也是鼓励，不管怎么说他还在这个前沿在战斗中还是不错，哈，是的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看实战走成这样，他一跳呢把这个都吃干净，不是，就都拿下这个控，我说我拿下这个，那么就中间黑棋怎么走的问题，他走那个，黑棋先飞了一个，他走这个呢，就是说让你
你如果封头，那么我呢再往外拽呢，我这可能就走走呢，这块棋就眼位出来了。你想他压一个先手，打一个先手，这不是很容易？要出怎么走一个这眼，不是很容易吗？打完了一场之类的。他就是要希望你走，但是这个时候他白棋没有再走了。古力下得很灵活，他先打了这个。这个棋就有点意思了，下得很有意思。他这棋不是这么打的，他是打在一路的。一路，他打在一路完了之后呢，这很有讲究的。他不是要提，他首先你这两个子是吊着，这是棋精。其次完了，我待会要靠住你，我这是脚上二路靠，很厉害。其实还有一种下法，干脆就打一个，你粘上我分头封住。哦，您就打这个，打这个粘上我封住，让你去折腾活，这也是一种下法。但现在一路打，鼓励是这样，他走在这里，这个黑棋看看啊，黑棋走的这个，他要往这边往外钻，对，他不明显的要活，如果你跳这个被他飞住呢，对，只是在里面活，现在他是还七要把这几个三个，你看都有可能已进攻了，你这三个不但活动，我要给隔开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挺好。对，这个挺好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是。没错，是的，那么白棋是往这尖一个，他可能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。是，这样这两个交换其实这个挺，这个也挺危险的。是啊，很薄啊，白棋中间。是，好像黑棋这个棋还是有棋下感觉。是啊，我觉得黑棋好下一些。下了，更觉得。好，我们看啊。白棋他先打这个了，提了，这是朴定欢给你打断，他最后也不粘了。哎，这个我有疑问啊，白棋这个鼓励这个贴，我是有疑问了。您觉得他应该？我认为这个棋就这个时候现在应该长这个。哦，单长。单长。哦，是这样。单长。我还在想，黑棋长出来是不是就是因为怕人家靠？然后如果现在白棋靠的话，他打算顶了扳断了。对对对对，现在单长他是靠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你首先你的粘吧，你要尖我还被我冲一个，粘、啊、我就尖这个。尖一个他得活呀，这被吃了太大了。哎呦，扳住，这是七个，你得补。得活七。七死八活，你得补一个。怎么走一个？外面加一个。这都归你，这都归你。啊、接上。哎，对，这都归你。然后再走一个吧。你这个加可能他都冲了，并不是都算你，但是就是说白棋要先把这个走便宜走到，这个太大，然后你再转手贴可以，哦，那个很要紧，而这个长的还有一种可能，你尖三三，那被我冲，你敢不敢？不敢。那有点不敢，有点风险。这冲完了，主要是这样。那这样的情况被我先手补走。长这个他尖的话被冲一下，这一跳这局部是对，这一跳我看就歇了吧，冲了退了，已经冲我退，我怎么觉得是黑棋不行啊？黑棋不行的棋，这黑棋太悬了，这不敢了，这黑棋不敢，这不敢。那么刚才那个就先手走掉，三三能补双方之要点，先手而且还跟他死活有关系，那个便宜太重要了，要总要这个是我认为他的随手。现在贴一个是不是觉得太不行？这个不行。嗯，这个贴虽然很大，但是比不上那个大。那个是长完尖一个，是全局最关键的地方。古力随手贴了一个，虽然这个贴很大，但是他照顾这个味道，那个拐当然很大了。像这一贴呢，使得黑棋中间天元靠了靠一个，靠一个。但是白棋中间这几个子怎么办呢？我越来越替他担心这件事。是啊，这个靠本身是个好棋啊。哎，是个好位置。本来你要是不贴，我甚至觉得靠断呢，或者走别的。不管怎么，先把那个走掉。那个太大了。那个太大。现在你走在这儿之后啊，被白棋扣打了。对，他是不是还是不肯尝这个？他想直接把它靠住呢？那个，我总怎么觉得这个棋没有必要。如果说靠住的话，你说什么时候呢？白棋靠住他是不是就打算这么活棋呢？他如果这样。目前是这样，他是这样，目前是这样，他要活棋啊，就目前是这样，这样吧，啊对，他有挡，我就搬这个啊，对对对，目前这个只能这样了啊、这个。他现在是，他那个老是放着不走，可能正在犹豫的，他在想到底应该是靠住还是怎么办，拿不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白棋都是有机会长的。对，不要去拘泥那个靠那个角了。嗯，现在走上这个被黑棋搬这个，黑棋该黑棋是，黑棋搬中间，搬住这个，搬住这个。对，好，
然后白棋飞了一个，这个太大了。你如果再让人家加一个的话，这三个子就全部被对他走上这个之后啊，这个不走被白棋在黑棋飞一个或者飞在中间，这个等死掉了太大了这。所以这个是要抢的。嗯。但是你抢了这个之后，让黑棋抢了那个最大的了。他把这个糊了。这个太大。嗯、这步棋有这个是不能错过的大棋、嗯、大场是吧？大场。白棋鼓励被他这么抢。嗯拱手相让，这个棋真的是觉得可惜。嗯、这个那个棋一长，先手收掉，就他可能也要求希望啊，嗯，最佳状最佳的，他想靠住，哎，他想最佳、哦、最佳的效率，但又怕靠住不成立，所以他有点犹豫。我估计那个时候，对。那么接下来这棋下到这里呢，这个棋局当然是还是很难料，但是。啊，至少不能说对白棋有利吧？这棋对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一会儿回来看看古力接下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啊。好，哎，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17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9局，由中国的古力对阵韩国的朴廷桓。啊，刚才呢给刘老师讲解到。这儿白棋黑棋刚刚在这儿虎完了尖，把这块棋做活了不说呢，而且把角特别大，那个棋白棋错过了一个这个直接收瓜的一个机会，对，那么让黑棋终于腾出手来把它走了。现在呢，这个抢了之后，黑棋走了那个，然后该白棋下，就白棋这块棋。他一直从布局开始就悬而未决，搁在这里，因为让黑棋再加一个的话，他就进死了。当然是这个加一个是进死、啊。他现在是来转手走这个打劫了，没错。当然这个是很大，嗯。但是这个棋呢，因为那个棋被黑棋抢了之后啊，我认为这个棋啊还要搁置一下，没办法。哦，我认为这个棋应该提掉两个，这个太大了。您觉得现在提掉？我觉得应该提掉。哦。那如果现在提掉的话，黑棋是不是会在那儿加一个，可能断一个？你比如断，就把这吃掉了。反正就他走一个，他把这个把这个地方还能够搬。哦。至少这儿还有点棋。哦。嗯。再折腾点事。折腾这个。嗯。这个呢，就是说这里又是一盘棋。对。对吧？但是这个棋，就是说那个两个棋很大。嗯。我觉得这样是，这后面还得慢慢站，主要看中间这一带。对，不过黑棋的空确实挺多的，我觉得。我那黑白棋那个、那个两个子啊，提掉相当大。哦。嗯，那个他没有提呢，我们看实战啊，这个棋后面下的，我觉得这一带白棋从没有走上这个长啊，这一带走的有问题，鼓励啊，我们看实战。嗯。让黑棋。这个抓住机会，嗯，来走这个活，这个呢让黑白棋一断，黑棋断，把这个上面的它又加强厚了一点，然后再做这个眼，这个就才能成为一个打劫活。对，哎，黑棋提掉打劫，嗯，这个当然是不小了，但是被他这个长一个，这个太大了，太大，这巨大的一步，对，黑棋先找了个劫挡了一下，挡了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劫提回来。那黑棋呢也不跟他纠缠那个尖，他就把这个长出来，长太大了，这个长太大，长一个，长出来之后，关键是厚薄完全受影响的，主要是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棋这块棋你本来是哪想过死活这么，本来要尖先长完先手，这都是有空的，嗯，结果呢那个棋啊，变成了什么了？变成了这块棋你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问题了。现在我们看实战，打吃，这是。基本上也就成这样了，然后跳一个你难受，正好跳在他把你的筋上跳一个，这个棋不舒服。嗯，你这个棋本来你要提掉啥是没有，这都变成厚皮了，啥有斑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被他分割，你看，走完这先手，跳尖，这一尖这块棋要小心了啊，这块棋不能熟视无睹啊。对。这个当然也是不小，那白棋再粘一个，是吧？这个棋，这个被他扣打一个也不小。这个时候，刘老师，黑棋他能不能抢先飞一个呢？这正是我要说的。我觉得这飞一个，他本身这个武力就要忙着做活，不能这不能脱先吧？这脱先，我觉得就基本上要死了吧。如果你胆敢这样，这能脱先吗？那个棋加一手，我想，
有这个实力吧，加一手吃算是有这个实力。这如果再吃不掉，有点对不住别人。哎，他们俩双方这么高手，我这么觉得是吃一个，至少这个棋，你要能这么活的话，他力量太大了，加一手还是很有希望吃的。是，哎，这死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我想走一个，他不敢不理，他不敢妥协，不敢不理。那不管他怎么。那怎么做活在这一代？比如说他现在，对啊，我是觉得是黑棋必须要飞一个，他不管这走哪还不知道呢。我估计跳一个，跳这个，跳这个呢，这不是有靠吗？住他，不，那倒不见得。还是他怎么走一个？这个棋呢，就算你走的俗一点，走这个顶住，把自己补掉，长一个，那么你这个棋呢，里面还没有活。是啊，这块那我再尝这个呗，就尝这个也行啊。那个先放一放，那你还没活，暂时你这个断也不怕，是吧？暂时断也没有啥了不起。这个棋，我认为白棋真的是要比较难办。这块棋随时有可能，这尖里面活吗？我都怀疑。不活呀？对呀，啊。所以这个小飞，按理说是黑棋应该要下的地方吗？要下。这是我认为是个关键，他怎么不下呢？可特别意外。朴定桓啊，朴定桓这个时候感觉不错，可能对他觉得自己棋很好下，对，的确不错，确实是黑棋。这个时候的确黑棋好，因为什么？我觉得，让黑棋把那个角给占了，哦，这是最关键的，嗯，然后又不让他这个跑出来了，嗯，然后他的死棋变活，又你自己这一块棋就是个。但是这是个急所不走，这个小飞他不下了。我觉得他可能被胜利冲昏了，他可能觉得这棋真的他要赢了。好的不会下了是吧？他觉得好，真是他不错。他觉得怎么下都行，怎么下要赢。他下了个尖顶，当然这个也不错，就形势也不错。是，的确黑棋这个时候，就算尖这个也是黑的好。但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一步棋就被白棋下去了。对。这个太大太大，这个大，或者那他再过一路也行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特别大。没错，但是即使如此，也是黑棋便宜了。嗯，黑棋又小尖了一个，但是这个尖他显然是没有。他觉得这么你要让我这么连回来，你的空不够了。对啊，你这儿不是有个断点吗？你要走一个，我觉得是吧？这个是有这儿还有断啊，那让白棋也是一个难受的状态。嗯，但是白棋很有好手，他靠了一下。然后一挖，挖一个什么意思啊？他如果他挖一个，你如果这么吃啊，这么吃，他会挤这个，挤这个，对，他挤这个，他是想挤这个，啊对，现在白棋挤一个，挤这个，他就要这个，挤一个他打，你如果你不能吃这个，我这一吃再吃这个。把这一串都给棋先给吃了。你挤这个你不能这个啊，首先你不能这个，这个对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都看得出来啊。那么我挤这个是啥意思？他说想妙手一下，这估计想妙手挤一下，挤他只能粘上这一冲。哎，冲这个，是不是这黑棋不太对啊？冲这个他要断你呢？哦，他能断？断你不行吧？哦，断可能还不行。那您就单挤这个，不单挤这个能行吗？不是，你先这个先挤上去。先挤这个对的。嗯，先挤这个，然后它粘上，然后您是挤这个了，再挤这个。哦，那它只能提掉。您是要打这个吗？打这个就行了。哦不，它只这两个不交换，直接挤完打，就这样下。哦。直接挤，你要吃的时候直接断就 OK 了。就这两个别这样都不要交换，就直接打了，直接再打上去，这黑棋已经不行。对，你这不能这俩不交换，直接挤，就这样就 OK 就可以。是的，嗯。那就不用这个精妙了，直接你要吃我就直接断，对，所以你不能吃。那么白棋在这儿，这个没有，那么这个棋呢，它下得很精妙，这都是在读秒声中下出来的，两个人都是喜欢这种多绞杀，想出点妙手，喜欢。局部的一些死活都是做的特别多的人，这个两个人都是这种风格，都很厉害，敏锐的这种棋形啊。那么黑棋吃，我觉得挺好，对的。
然后你看他又开始挤这个骑行了，他挤这个，他那个地方你不会上当走了，他挤这个啊、哦，我就知道了，他是说什么？他说你走这个，我再游挤。对对对对，哎、是的，是的，是要这个时候。他这个打完了，他这沾先、哎、这目前是挤，我说知道有一个挤，现在是在这儿挤。现在挤黑起麻烦了。哎，对，这个时候你有点不舒服。嗯，他不管走哪个都不好。你走这个，你如果吃这个被他吃了，嗯，不还双吃呢？你要走这个，他就这个了。这个你也不行，你这段一打吃、哎、连打结都没有，你做结我从这儿一挤打，你只能沾上我一管，你死光了。他要求这个让黑棋难受啊，是的，这是鼓励下出的妙手，他是挤一个，嗯，在沉醉在这个挤的好手当中。但是呢，这个棋啊，其实黑棋也是也不错，但是说你挤完之后，你的黑棋有可能有失败感。对，你接了半天干嘛？接了怎么被人家断？你主要你往回连，他就连根给你断了，对，他断在这儿。不，你这个挤你顶我也能断，对吧？你这个挤又这个变成坏棋了，嗯，使得黑棋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失败感，但是提了吧？是他提了一个，他主要是这个尖和这个尖，本来说他尖完了往里钻一个挺好。结果发现我尖完了被一挤连不上了，那当初这个尖还不长呢。对，其实你就笨拙的长一个、啊、还不如长呢，再尖一个可能最佳。对，他老是走的形状要求漂亮、或者对对方冲击力更好、效率更高，反而麻烦、被他一挤是个妙手。嗯，哎，局部妙手。这黑棋一提啊，实际上啊，这个棋啊，白棋搬的啊，对，这个棋啊，应该说还是黑的好，是现在也还是黑棋好，黑棋好，黑棋好。这个地方稍微挫败了一点，嗯，这个时候心情如果调整过来，仍然不错。但是这个尖，你看，即使你拆一了，我再尖，仍然是没活，嗯，仍然活起来累。对，你看他是这样啊，搬了一个，搬一个，好，打吃是吧？粘上，他糊了一个，糊一个，嗯，这个时候，刚才没有逼，现在呢？刚走着这个时候黑棋反而来劲了，要点杀那他刚才干嘛不小心？对呀、啊、刚才更应该狠一点啊刚才可能这回过神来突然想想要杀了，要对就杀了，嗯，回过神了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杀可以，那么白棋也有，也不是也有招啊，也不是那么好欺负、也有招，也有招。你看他是吃这个，他吃当然这个吃也没问题啊，白棋粘上了，白棋粘上，嗯，这个时候是关键、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走在外面就算了呢？其实提一个我认为是正常、提一个你让白棋做活就完了，白棋你只能做活，就这样呗、然后白棋就黑棋就把这个粘上、这时候黑棋不差，黑棋形势不错，这块不是空很大吗？很大，是啊，哎，你这吃我就提，然后这个地方跳，你这没几目四目棋，然后黑棋很厚，这个地方这还欠个劫呢啊，对，这还有个劫呢，这白棋都忙活不过来。黑棋这个时候形势不错，嗯，或者说相当好。对，我也觉得黑棋挺好，相当好。而且你这个子连回去，他就外面虎一个，这中间不都护住了吗？但是朴定环不对，他杀人，他这个时候有点，他有点，心情有点不太好。这个棋他冲是不是太小？现在啊，嗯，你看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朴定环我不知道。是杀棋他要过瘾呢还是怎么样的，他就应该吃一个，吃一个，我要提的这一粘这就完了，这打劫了，那当然不行了、嗯、他是把这个提了，你要粘的话这个棋他长，他粘上不行，不太行，粘上不得长，不他长这个长一个，他打吃，我粘上了，粘上啊，他再挤一个那就完了，那不人家打这个他打吃是吗？打吃，他这个粘先手，那你还跟谁杀呀？就不行、啊，这个要粘上了、这不行。他这个吃的这是太狠了，然后黑棋提啊，嗯，黑棋这个时候只能提了，关键这个冲太狠了，过头了、嗯，这个不能那么干，走这个他去给你打劫了。好，本来这个棋你提了他已经很难受了，你还要再来过分了，再狠，这个时候这个白棋期望你这么走的，嗯。你打劫好打吧，他还正愁没找着机会呢，现在黑棋走了这个，这个是损的，其实这个特别损，损劫，这个棋主要黑棋还没有适度的适当劫，没有，对呀、这个你吃这个人家肯定不要，本来都是不要的，嗯，他找了一个损劫让白棋挤在这儿，其实他这一带脚上不都是劫材吗？这打一个他能不要吗？都不肯损，他都不肯损、他还不肯走，不肯走、
提一个，这个棋就是白棋，朴槿桓有点儿白棋啊，对，这是顺手劫，白棋是不损的劫，然后他也点了，点一个是劫，好棋，但是呢，他那个靠二二是个好棋，单靠比断好一点，以后还有点，还可以加一个，哎，对，这个也是个顺手劫，挺好。然后那现在呢，断一个损劫，这又损了，打吃，接上，对，把这吃了，这个损不少啊，这损不少，这是。高兴的，这是白棋所高兴的，对，粘上，白棋现在粘上，这现在他粘上，粘上关键是什么？还是打劫，继续打劫。你如果必须紧着气，松一气，他一紧气，你等于忙活半天啥都没有。现在呢，只有这个，只有这唯一的，只有这一招。但这一招呢，白棋把便宜占尽，他是要这么来，翻在上面。好，再打劫，这是还是劫？你折腾半天，本来人家活，现在是个又是个打劫。打这个，打这他提了，他这个白棋所有的劫都硬，都硬啊！你损的，我先给他全部收了。你损的可不是一点，损很多，损大了。这断一个，这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提一个，然后这边又有劫财了。关键他这个劫，你现在无法应对啊！你再跟着走好多个劫呢。对啊。现在再说呢，你黑棋再折腾，你没劫了。你真的没什么大劫了，他现在断一个，你拐吃，其实这俩都损的，然后再提。他就是为了让他没有一手棋吃到下面去，要不然对白棋可以夹着吃。他是这一尖呢，尖着吃，黑棋那个死了啊。这个现在呢，他是千辛万苦提了，但是呢，死完之后你这个棋你冲不，你夹人家能粘上，这能粘上没用，这个走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黑棋挖，他挖挖，这个白棋退，他吃，是，走到现在是终于把这个吃掉了。现在这白棋已经有个子了，这已经走了，提掉白棋尖了一个，然后他挖了，挖了，这个棋走了半天，吃了30目，然后这儿损了，然后这个棋损失谁大还很难说。我觉得这边都不止30目，这个大还是那个大都很难解。本来提掉挡住，这不是全都是黑空吗？对，这哪止30目？这30目再加上这5个子，已经快40目去了。还有，他落了一个后手。这个棋我觉得损了一手棋以上。这就简直是损的。从那个提和到现在演变，损了一手棋以上。这个朴槿桓，我不知道这个韩国第一人下这个可能都崩溃懵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为什么会下成这样，让人无法理解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鼓励的确现在是明显的好了。对，现在肯定是白棋好。现在是明显的好棋好了。是的。现在鼓励来这儿加一，哎，这个是他是走的加一个啊，哎，加一个。粘上，把这个粘上，然后他把这个解补了。这个粘本身就不小，这手棋一个先手就本身没有，这个大那个大都是很难说了。这个棋转了半天，你花了那么多吃了一个干子，这个就是典型的损了。这损的太明显了。明显。好，后面再跟着走。跳，冲断，对，挺好。对，黑棋先冲。黑棋先冲，然后白棋飞这个。这时候进入鼓励比较擅长的了，擅长他黑棋打吃，哎，你如果爬呢，他只要他中间别不被杀就行了。这个时候他贴一个呢，他是冲这个。如果你冲这个呢，他这个冲这个，他可以拐冲，拐冲了。对，是他冲这个。假如你冲在这儿，他跟着走，是吧？你黑棋啊，黑棋如果冲，他冲这个，你走这个，他把这个吃了也不小，那有点大。对，那不见得干净吃掉啊。那么他是实战呢，他是这个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是冲的这个，黑棋冲这个。对，那么他这个断打是好棋，这儿要走，这儿要提，这正好是一个虎口冲。哎，这个就是没法挡。这个鼓励等于给他表演一下这个基本的功夫啊，他他粘上。提掉挺好，这个然后他只能打回去，对对对，下成这样。这个白棋在这个地方拆一个，这个棋应该说正常运转，白棋没有什么不可，对，正常运转，现在白棋算是不错啊。黑棋靠一个，他把这个吃掉，这个都挺好，打吃，对，打吃，打提掉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黑棋冲了一下，冲这个，我怎么觉得应该。走那面，先赶紧走这儿，走那面，他冲当然也是，当然白棋这个棋这个也不错啊。对，
这黑棋为什么不能单挡挡住呢？他是觉得怕落后手吗？单挡，可能也人家也是搬，不单挡你搬，你再打他有可能翻进去。比如说这样，好，假如说单挡，单挡他翻，他搬一个，搬一个他先翻进去。他怕他，如果说他单立呢，又怕落后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怕落后手。对，就这个太大了，被人家就先手往这儿挡住，他觉得无法忍受。你再冲的话呢，他可以挡在这儿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有可能吃不干净。不好吃，反正零零碎碎的，你吃一个两个无所谓，不能整个把这四个吃掉。对，这个你要不利，你冲他又给他翻进去了，他有这种担心，那他直接就，你看他走的啊，他是直接就搬这个是吧？对，搬的这个粘上搬啊，当这个地方下的也可以啊，他打吃了，对，直接就打进去，打进去，不堪忍受。对对，这个挺好。嗯。这个棋应该说白棋下的挺好，白棋不错，黑棋真的是这个棋好像不对了，这个时候就不对了，对，已经败势立下来，现在黑棋打了，你打好，那我打你，这样就正好连环，你踢那个我踢这个，这是连环节，正合适，节奏正合适，对，你粘在这儿，这个棋白棋粘上挺好，是的，这个对杀呢，这就有点难说。即使白棋死啊，这个黑棋也不见得就能占到便宜。他现在走这个，这个是个好棋。他这个挡是必须挡的，你不挡，不管你走什么别的，这一拐就完，不用杀棋了。对。现在朴廷桓呢，这个现在你挡我这一段，你要粘我一爬，这个棋黑棋就完。这是著名的老鼠偷油。这个是一个基本功啊，但是他来了一个这个先走这个，先加一个是好棋，先加一个是好棋，但是我这个时候有点疑问啊，他是粘的实战粘的被挡，我觉得应该立，单立吗？我觉得应该单立，单立只有粘，只有粘，你只有一唯一的一手，我就走这个，然后好像这时候棋你只要被我粘是不行的。哦，这样您是说他气不够是吗？对，你走任何一个，你不管走哪个，搬我就粘。走哪儿我就一粘。那他只能往这儿走。那我就粘上，你就这个气不够。那他如果先走这个行不行？你只能走这个。只能走这个。我吃这个。然后他然后你虎一个，虎一个。虎一个，那这先手。挡一个，挡一个。这先手。挡二路，对你立一个，只能是这样。这个剩下就不走可以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白棋先手能挡在那儿。这个形状是白棋要便宜，官子便宜，明显便宜。那么这是一二三四五六六目，对，这脚上是三目。实战呢，就是说亏了一点，白棋亏一点。哦，小亏。这个呢是比较单立好，单立，单立是官子会便宜，可能赢得更多一点。现在呢，实战呢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粘上的。他是走这个，这个呢你再断，他被拐了。你只有唯一的一手是吃这个。对。他把这个活了，你是在提掉这个，嗯，然后他虎在这里，你那个挡呢就变成后手，就差在这里，是的，是吧？本来是挡先手，嗯，实战是应该是那面先交换了一下，对，黑棋先一路先搬了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在那儿，对，一路搬，搬这个、一路搬，对他补。这个扳得小心，如果说你不硬的话，人家一拖，对，不硬，这有一个人一路拖的手啊，大家可以以后底下可以演变一下，不走被黑棋有一个一路拖，单拖就死掉了，他也考考你的基本功，但是这个棋不能不走，对他得硬一个，硬一个，所以现在呢，黑棋接下来虎这个在这儿，是吧？对，然后白棋度过了，白棋度过，把这个拐过，现在是全盘最大的大场。哦，我怎么觉得是，那个地方走过，他跳了一下吧，跳了一下，现在跳了一下，对对对对，挡住是，啊、跳了走了这个，然后把这个尖了，黑棋，是这样吗？尖这个地方白棋补了，白棋呢挡了一下，然后呢。走这个，后来白棋把这个冲了，把这走了啊，这个次序你这个可能不是很精确，是吧？这个棋，这个不是这样的，把这个吃掉之后，你煎完再爬走这个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我们把次序给大家摆的，对，再精确一点，对对对。这个棋那个搬了是走了，是吧？搬了走了，然后现在黑棋虎，黑棋虎的时候呢，白棋挡了一下，对，挡这个，等一下，白棋挡这个，然后黑棋跳，对，他挡住，对，然后再吃这个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白棋把那个冲了一个，
其实那个冲啊，好像没那个，当然也不小。对，和刚才那个我说挡是先手差一水棋了，差不少，反正是。哦，对，刚才挡了，等于说他你的弯回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地方白棋损了。三四五六，然后黑棋走六，白棋拐回去了。对，拐回去是吧？对，拐回去。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很得意的手法，他这儿挡。一会儿挡了一下，他现在就立刻拖了一下，这个拖一定要小心，这拖如果你没硬好，你可能就死了。这个棋我有不明白，嗯，我说这个棋他为什么不单吃？单吃黑棋如果说长怎么办呢？哦，那这块棋好像有打劫杀的嫌疑了吗？这个棋还真是啊。啊，这不已经劫杀了吗？这中间没有眼了，没有眼了。提了就硬个只能是虎这个，然后靠这个接来做眼，这接能行吗？如果您再虎的话，哎呦，好棋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像棋，这个还真的小心，这个好像要死了，小心，这进死了，不是打劫的问题了，这接上我就把它挖断了，这现在这也不用无所谓了。他得先提一个，你揣进去，中间怎么能对中间做不出眼了？这是个丁巳，它局部不活。所以得小心，就是我刚才说小心啊，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、嗯、这个地方，但是他提了之后这儿几十个先手，这儿靠怎么着，哎呀看不出，现在这个地方他要小心，他实在呢，他因为有一个这个死活的问题，这个有精妙的死活问题啊。对，这你看起来这块棋好像眼挺多的，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刚才没有注意他的死活，他是，所以呢，这个看来这个挡之前没有走掉啊，对，没有走掉，他这个棋应该早先走掉，嗯，没有走掉，他这个棋这个时候啊，被这一个拖是个好棋，对，吃，那这样呢，是提掉，他提这个，嗯，这个你长的他能做眼了，对，刚才还差个那个。别那个万里长征到最后了，就差那一点点。现在他走成这样，嗯、这个被黑棋便宜了。是的。然后他再挡这个，嗯，是吧？对。便宜了。白棋立了一下吧。啊，这个是他没有。这个、是他的权利。走这个，对。嗯。嗯。然后他小尖了一下中间。哦。靠这个都。这个、都是小关子。小关子、哦。现在、刚才这个是一个。很重要的，重要。他刚才如果单吃这个中间，如果单场几个中间一点都没有能死活问题，当时差一点啊。嗯。现在跟胜负没有关系了。现在呢，你就是说，就是正常的收官，我们把它收了，收完吧。黑棋挡了一下。挡一个。哎，黑不是后那个是黑棋嘛？对。黑棋在这儿挡一下。对。然后白棋又打吃了。打吃。嗯。然后这个棋白棋，然后黑棋小尖了这个吧，小尖、嗯、啊、嗯，白棋呢就是要小心，人家长的时候你得保证自己的眼位充足。刚才就是这个地方一路拖人，其实是一个陷阱，你一不小心除了拐打以外，你发现硬别的都死了，在这个局。这个没有小心，不是没有注意，这个当时啊，这很容易出问题。这个如果是从官子，就是肯定打一个，对啊。但是这一长中间这挤完中间。如果这铁后如果一个眼做不出来的话，那就是死棋。没错，是这样。哦，那小尖呢？白棋在这儿靠了一下。哦，嗯，这个时候就没有死活问题了。是，嗯，然后黑棋又冲了一个，提掉。嗯，把这个粘上，但是这个粘上它有点不舒服，嗯、这儿还打，打完了这儿它还能冲回去。小关子。对，啊、这还得几打打住，白棋把这个抓了。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后来也搬过了啊，然后黑棋就击打这个，击打这个，嗯，白棋搬一下吧，搬到了，对，搬一下，这个黑棋吃一下，他又往里冲进去了，冲一下这啊，团住，啊，他把该走的、该收的都给收了啊，把这个一会儿也冲了，他粘上，这个棋黑棋应该冲掉，黑棋冲掉了，嗯，对，然后这个提是白棋的权利吧，嗯，反正对，他解了一个啊。这个他提了一下，又挡住小关子。对，白棋这个一路小尖也是很稳健，别待会儿做眼又这么做回去就有点难受。他现在这个眼和这个眼呢各得其一，反正是把他先便宜一下。这还是个眼，对，对，是的，嗯。黑棋走这儿，
然后坐他又坐上坐眼，他又打吃接上，他又打吃接上，然后把这个挡住了，挡住这儿有个戟啊，对，小环子，对，这是挡住，对，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两目的小关子了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出入了，已经。对，基本上啊，都一路都少了。就反正就是该收的就收了呗，这冲了，这挤了，对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嗯，这个棋呢，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，对，就是关子都那个什么收完了，最后就是说小胜负。对，其实差距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大。本来我觉得应该差距要大一点，我自己觉得白棋这儿稍微这儿明显损一下是吧？是吧？我感觉这儿是明显损一下。还有这儿是不是？这儿被他偷着夸两个就抽掉了，好像也我觉得关子也损了。之前这儿因为没走掉，如果这儿两个先走掉的话，他尖的时候就能意识到，或者是先动手那面。嗯，黑棋这个关子也偏，但是这儿便宜这儿便宜，到最后呢还是不够。对。这确实就是黑棋吃这块白棋的时候，这付出的代价简直是太惨重了，这不成棋为转换，这亏的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简直是。这个是输了两目半，两目半呢，它这个棋呢是，而且是黑棋要贴六目的，就盘面四目。对对对对对，和我们还是贴七目半。是的。他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棋呢本来是黑棋真的是优势。嗯。这个地方损的居然是。差一手棋以上，这个不可理解，嗯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棋下的也是乱战，也很精彩。对，嗯，主要是呢，刘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呢是这个地方白棋不要贴，主要是要长这个。对，啊，这个要长这个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个长一个，把那个先手能够动手收掉是最佳。对，直接走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是放着不走，最后让黑棋走完之后，这儿又跑出来，整个大棋就有可能，要被杀。对，那么黑棋最大的问题呢，他本来是这棋应该小飞的，但是这个呢还不是最致命的，就是说，他如果说小飞到这个的话，很明显是黑棋好，但后来他去吃人家，这个就有点致命了。只要不吃，那个时候黑的也是好。没错，是这样。这个棋下的，嗯，今天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古力赢了朴廷桓之后，就达成了三连胜，也终结了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。好，那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